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穷天乐。寒潮来袭啊，天气降温，外面下着雪跟这个冰雹，太寒冷了，在这个屋子里面都有点扛不住啊。电热毯也是开了一晚上，但始终是热不起来，稍微是暖和一点点，翻个身，这个冷空气一来啊，全凉了。不过也还行了啊，只要不起床就感觉不到冷。不过现在呢，已经到中午了，得起床吃中午饭了。现在从网上买菜呢，已经买不了了，不发货了，也没有任何办法了。这于哥呢，今天出趟门，搬了一箱老坛酸菜牛肉面啊。这几天的话，得吃这个泡面了。然后这个奶茶的话还有啊，今天中午的话就泡着奶茶，吃点这个老坛酸菜牛肉面，将就着过一下。看了一下手机啊，今天这个温度是3度到零下5度。中午这一会呢，我感觉应该也就2度左右啊。穿上咱的大棉袄，就准备起床了。起了个床，快被冻得没有知觉了，真的太寒冷了啊！然后这个菜呢，也是放到里面这屋来了，怕给冻坏了，没有放到这个外屋来啊。烧水的话，在这边就可以烧了。咱现在的话，出来看一看。昨天闲的没有什么事，剥了点这个花生米，啊，也是够一盘了。等晚上吧，晚上炸一点这个花生米啊，吃一吃。昨天这个泡面呢，也吃完了啊，等下给扔了，给马可搞一点吃的，这马可也饿了。然后昨天那个土豆炖牛肉啊，这个了牛肉两个牛眼睛，给他吃了一个，今天再给他整一个。看看屋外的环境，今天出阳光了，雪跟着冰雹的话已经不下了。拉开这个门，感受一下，哇，好冷啊！这几天的话，我起床比较晚，太冷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鱼哥吃饭点呢，我没有吃饭，我吃饭点了，鱼哥也吃过了。啊，等这个天气回温了，咱们就能聚到一块吃了啊。现在打开这个电磁炉，开个火啊，先给马可的这个午饭解决一下，别让他饿死了。这天气冷，人都扛不住，这何况狗呢？啊，这一块肉的话，应该够他今天吃了。然后这边有一箱老坛酸菜面，咱整一整啊，烧个水。